我问你，你几点去车头接你小姐？头家啊，下晡点半啦。啊，即摆几点？车头到咱厝的来回要偌久啊？差不多五十分钟啦。啊，你来干这久才转来？阿爸。头家啊，是我啦，是我好奇，看部队里啊演戏，害大嘴仔去让阿兵哥抓去啊。阿爸，唔是安尼啦。好啊。怎啊？你先前甲你安排去相亲，啊！你是安怎甲大家讲我兵作重的？啊！你哦，甲人去看伊，啊，半途就跳走。你这个回来是不是要送我去上山头？阿爸，那是。头家啊，这甲大小姐无啥物期待，是我爱出头啦。我是希望大小姐会使嫁一个比伊更好的。就是你的，打我了，打死人去了！就是你的啊！你们今天就对我来打我去啊！你我是看你是什么心论啊啊！你好过的对我打了你啊！你个外家，你个是什么人？你们今天就对我打我去！哎呀，打好去啊！你给你送啥啦？你什么代志嘛？唔当气他嘛？小姐，是的啦，都是我自身的毛啦。那么我就是了，今天无安尼，我今天才要跑去。这不关你的代志啦，你嘛是为着我好，你就是大人，你才无讲道理哦。无啦，小姐，我今天才要跑去。别怕啦，别怕。好啊，你也莫家己欺骗家己啦。这样、哦、我有哪唔对的所在啦？当初是我家己做主，叫秋生哦来做长工啦。哎，伊甲春风啊，因两个是自从细汉，大家斗阵，咱伫咧算算大汉的啦。啊，我也无去甲注意对遐去啊。因即摆两个拢大汉啊咧，所以哦，凡事呐留了无注意啊，就会出问题啦。头家啊，阿爸，你伫讲啥？你叫想我甲秋生安怎？什么？即款电车事你也敢讲？